欢迎回来 Bronya Zajcik， 至少你自己没有让我感到失望。 Bronya 承认，就力量而言，圣痕计划显然超过了理智律者，但不要忘了 Bronya 同样也是30万分之一，一点之心。我们回来了，玉兔。Bronya， 即便凯文不会出现，先放心。就在刚才，其前提条件，反而是 Bronya 独自出战。啊？嗯？灵感，这个嘛。